Sometimes we're on off like that lah. If she play good, she will like, oh, relax a bit, enjoy my life, something like that. Yeah. So I hate about that. Maybe this is my problem. Or I should teach him how to relax first. Maybe this is my fault. I think too much. That was Chang Pen Soon and Go Lu Ying exchanging some light banter in a recent interview. Chan and Go won Malaysian hearts at the 2016 Olympics when they clinched the nation's first mixed doubles silver medal. Their achievement was unthinkable just 2 years before, when Go Lu Ying underwent knee surgery, followed by 11 months of rehabilitation. In a story of determination and fight against all odds, the pair worked hard to improve their rankings and qualify for Rio. The two talk of their foray into the sport.当我踏入羽毛球这个运动时候，是因为我父亲，他本身很喜欢很喜欢羽毛球，所以我从小的时候他就会带我去球馆，然后他就和我对打，让我慢慢培养起对羽毛球的兴趣。一样吧，就是我开始跟我的父亲去打羽毛球，然后开始慢慢，我的第一个偶像就是我爸爸，然后过后就慢慢开始我的羽毛球生涯，对羽毛球有兴趣。 其实我当时加入羽毛球队，就是想满足我父亲的愿望，所以当时我就是想，就这样打着，也没有想过要非常专业，然后就是慢慢一步一脚印，慢慢训练，再慢慢爬上来到现在今天这个地位。幸运吧 ，lucky， 没有，就是因为我没有想过，有自己。 会成为一个专业的 badminton player， 我自己也没有想过我会真的是当成一个运动健将，我觉得是巧合吧。其实我也不太确定，可能是当一个运动学校的老师吧。或许卖 CD， 卖 VCD。 不知道，完全没有想过。我觉得，如果我不是当球员，我的生活可能会很糟糕啊。我会比较敬仰几个运动选手吧，因为在我小时候有记忆的时候，我爸就时常让我看很多不同的选手。当时我对混双这个项目也不是很了解，所以就觉得，每个人。 都是一个好的球员，所以我都会蛮欣赏他们的打法。可是当然，现在会多关注于混双，因为我本身就是混双球员。我喜欢Kugin Gap 啊，古建杰，然后李永德，这两个是我从小就有点学习的对象，这也是渐渐是我的偶像吧。 其实混双队从以前是不存在的，然后我们两个是第一批的混双球员，也是因为有一个Coach Rexy 他带我们，他组织了一个混双队，让我们有一个好像自己的一个组。可是把我们两个配在一起的是 Coach Rosman。对我来说，我和他配在一起的时候算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课程，因为我当时还不会学着去沟通，后来和他配的时候，我开始学着了一些。 沟通的方法，然后学着去面对问题、解决问题，去接受自己的错误。所以对我来说，这个羽球生涯也算是在我人生上面上了一个非常好的一课。我很喜欢他的勇敢，就是不管对方有多强，他都会很不服输的去面对这个对手，然后就一直跟对手。 一直挑战和对抗，这是我很欣赏他的地方。